这支影片我要来跟台客约会，好紧张哦！昨晚整个睡不着觉呢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约会呢，要献给台客，怎么办？事情是这样，我来台湾之后呢，就很多台湾人跟我讲说，哎，那个人很台啊，那个人是台客啊。然后对我来说，到底差在哪里？我根本分不出来耶。我问他说，要有事情吗？他说也不一定是。要讲台语吗？也不一定是台客。那到底台客是什么东西？他们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要来跟台客相处一天，来看看到底台客是什么。可是呢，单纯的相处感觉不够，所以我要趁机呢，直接把我第一次交给他，那就是跟他约会。那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台客，也就是我今天的交往对象，多迪卡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阿哲。阿哲，所以你是台客吗？算是吧。所以台客会承认自己是台客？就因为大家都这样说呢，就只能这样承认嘛。哦，对。因为刚刚你站在一群人中，我根本分不出来你跟其他人。区别在哪里？我对自己的定义是帅哥啦。OK， 请你出去。那今天就是你们台客带女生约会会去的地方。大概是。那最后有那个 motel 吗 ？motel 应该不能播吧。热炒店。谁会约会来吃热炒店？你会吗？不，还蛮常来吃热炒店。真的假的？热炒配酒吗？天长地久。哇！配下酒菜。喝开了，夜生活就比较精彩啊！不要再讲了，等一下会站不直。好，来试吧，我帮你夹个菜吧，橙汁排骨，吃看看，甜甜又咸咸。又变美食节目了。我们今天是约会耶，你怎么这样？通常这个工作是机器后面的男人呢。可是猪软骨很让女生为难。为什么？就在男生面前这么湿的又雅呀，在一起久了其实不太会去在意。这好看吗？那我点这些菜这样够吗？可以再多吃一点啊，我吃量很大。因为我刚才有点了一个菜，还没来。什么菜？有点香的。一米六多，一米六多。变抖音。那像你们这样拍摄啊，每天这样会很累吗？你是在关心我吗？会啊，有一点。一定要关心一下你的朋友吗？对啊，这样很累。我嘴巴很大，我的天。那有喉咙很深。还不想了解他们。我到现在为止都还感受不到他跟其他台湾人的区别在哪里。到底台客是什么？因为刚刚跟他吃饭就觉得就是一个台湾人啊。可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因为他蛮强调吃完饭的后续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可能觉得哦，台客是不是性欲都很高，然后都很厉害。好，等一下要去上大车。为什么那么大声？你的排气管在。这个不是我们的，这不是我们的吗？这是别人的。我吓死人了，这是别人的，别人的。我也想说，我们怎么可以那么大声？这才是我们的。OK。所以刚刚是有在比较的心态吗？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大声？对，稍微有一点。不要吵架啊！钓虾，然后他刚刚就一个人拿了钓竿，我自己就跑去那边，是哪门子的约会？啊，就两个人坐在那边呢、啊，两个人就是坐到死都没有下上来，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事情？我们可以直接下来是吗？通常我就坐在旁边，对不对？可是这种我确定可以坐吗？啊，可以吧？它够坚固吗？我很重哦。现在这个就在量它的水深，像这样还是有点在下面，你看出差别？他虾子咬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往下沉，然后这样就可以把它吊起来。没有虾，没有，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。我们要挂饵，不要让钩子露出来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丢下去，等虾子上钩了。其实这也是一个蛮无聊的游戏。我们要说什么？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点下来是吗？我可以拿饭吗？可以啊。最要就是让它然后你就这样慢慢的去诱导。会不会是这一区没有虾？有可能，对啊，给你，算了算了，
一个女生愿意坐在这边陪你钓虾，我觉得你就就是很珍惜她。我现在开始有一点麻烦，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有了耶！哦，蛮帅的，帅。把它钓下来。钓下的时候让你拉起来。好。直接拉吗？对，你就把它拉起来。怎么办？你真的会钓哎！我差点睡着，我看看你睡着。你这样这样起来就好。那其实好玩就是好玩在你把它上来那一刻。我想着。有吗？刚刚有了吗？你看都被吃掉。因为它很聪明哎。嗯。好，我们跟它玩一下。哦。刚刚会眼色。你现在想什么啊？有了吗？要有了吗？有了。哎，所以你真的是高手哎。哎，我有对你刮目相看哦。下去了，夹。哎，真的有哎，刚刚真的夹到。没关系，再来。我已经失败了两次了。可是他不会学到教训吗？他会一直等在那边吗？哇啊啊啊！这个给镜头看，这是我第一个自己夹到的虾，我要取名字为 Maria。哎，我真的可以耶！再一次看看，哦，那个抛竿的姿势越来越专业。结果最后我变成台客，这应该是台客培养。对呀、啊，钓虾这个东西就是你不懂就完全不会想要玩它，懂了就觉得很有趣。刚刚那几只我弄掉的，想要全部拿上来，有感觉哈、哦？有，可是为什么啊 ？David 为什么不上来呀、啊？你会不会以后自己每天都偷偷跑去钓虾？我不可能，我很忙好吗？我很红哎，我今天一定要吃到 David。换你看看。我觉得他可能是要找你，他现在羞辱我，我钓不到他，知道吗？一次就好。对对对。哇 ，David 来了！终于哈 ，David， 我终于吃到你了，老娘吃到你了！我好厉害哦，可以，你可以继续钓。好的。这个下去就。不用啊，以为我会钓到吗？哇哇哇哇！怎么办啊？我的妈呀！我刚刚真的很厉害耶，我自己钓虾哎。一开始以为这个行程会很无聊，结果自己钓到虾，很开心。我会不会之后变成台客啊？今天不是要跟台客约会吗？怎么变成台客的培训？好，等一下要吃我们刚刚钓的虾。所以这是刚刚我们钓出来的 David、Maria 跟海莉，对不对？这有两只是我钓出来的。调皮的 David。哦、对啊，他刚刚一直瞧不起我，老娘还是钓到了。让小弟帮您服务。不用小弟，直接划清界限。真的，你会帮我剥虾？会啊，我会帮女朋友剥虾。那虾头我不吃啊？我是不太会剥虾。你会吃吗？那我帮你用。谢谢。可是这样吃会不会太不可爱？好爽啊、哦！可是你女朋友在你面前吸一下头，你会觉得？我不会觉得怎么样。真的吗？哇，那我吸咯，我很会吸。有，我有感受到。你现在带我来，怎么了？那我今天虽然很短呢，你是不是讨厌我？今天一整个有让你不开心吗？我刚原本想说上来看看夜景，可是我不知道今天的雾那么大，可是还是可以看到夜景啊，蛮浪漫的啦。所以你上让女朋友上来就是吹冷气，我怕下面太热，所以要帮我拍完美照吗？我帮你拍吧。那夜景是哪一边？稍微过来一点点，过来一点点。一二。有有美到，有冷到哦。我们一起拍吧，我们才有情侣的感觉啊。好像模型啊，赶紧走吧。好冷哦，所以约会一定要带女生上山，然后把她冻死吗？也没有，就自以为浪漫的行程。不知道今天那么冷，所以是上来看夜景，喝咖啡聊聊天这样子。好，冷静冷静。对，怎么了？我这脾气有多暴躁？我本来脾气很好，我一上来就脾气暴躁。谁吃得下这些东西也这么冷啊？今天有给你准备一个小礼物，小小心意。
这是第一次有人送我花呢，一路奔波，他有点，这个花好浪漫哦，还有这个娃娃，谢谢谢谢。所以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就是通常你会走的行程，所以你把它带上来就是要跟他分手嘛。今天真的谢谢你来，让我体验到我很不适合谈恋爱。终于约会完了，所以他真的是你们认为的台客，然后找来跟我约会啊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完全感受不到他跟其他人有什么区别。因为你看到、啊、今天整个行程啊，去吃热炒啊，去钓虾、啊，然后来喝咖啡，在山上看夜景。因为你们一直讲说台客是怎样怎样，然后我就以为说跟他相处一天，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。可是完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外国人了。哦，然后他的车的那个排气管很大声。还有钓虾，一开始讲真的蛮无聊的，可是后来自己钓到了很开心呢。还是其实我就是台客，最后自己变成台妹。所以台客是一种精神，其实台客根本就不存在，都是你们自己在那边乱想出来东西。如果有人问我说台客是什么，我就会说是一个很会钓虾、排气管很大声的男人，就真的就是这样啊！而且他也没有做那个放款，所以我的结论就是，如果你们心中的台客是他那个样子的话，我就觉得你们都一样，他就比你帅一点。观众记得去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的所有平台，不管是 FB、YT、IG、Elizabeth 林、Elizabeth 娘娘，就这样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。